上午半拉腿，开始叫这个上午半拉腿。这个上午半拉腿往这一站，这是这个，楼梯腰部，这不站着，跟上去，这是这个楼梯腰部腰。这往后一退步起手，往回捋带，这一松，八，这个时候是个八。这是拉，这是吹，把它一跟，上了，这又算了，这个半拉腿，这往这一起来了，这就是往外扒，这个扒是什么？就是扒开的问题。冲着咱中间过来了，咱这个一松开一夹，这个一边圈往外一扒，就是扒开，它再往前就空了。可是他上步这个时候是拉，拉他为了什么？拉他为了用锤，你不拉了，他这个时候一直给你叫着的，你这个锤动不了，这完全一按了，这个拉住了，这个锤就能往下倒，也不是，这是拉一个锤，在这个泳圈上，这个吧，反正是。在腿手上也行，你好比说这个腿手，这不像这儿抓，是吧？到这一抓了，这就是八，这就是八，这个叫拉，腾，这个腿就上去了，在泳圈上一能用，在腿手上一能用。要不这个东西就是，你知道这个了，这是就是往外八嘞，你这么用这个特别快，他一那个一上横就上去了，横就。老人就到了，这个就注意收腰铃，就是一把往上松开的时候，往小方向弧度抓，这个是腰往小沉呀，沉到这个右腿上，沉到这个上头，虚实倒挂了，你这个上步再能烂好的，就能再垫紧的，你这个沉不好，上这个功力大不稳。大部分你往下拱就没有劲，一是寸紧的，一是往这虚紧，扒开了一虚紧，那么这一转腰，